是杭州地铁一号线，因为我也是终点站，所以他们这样持续了一路。我上车他们就在那儿了，那时候人还很多，坐在中间的是孩子的妈妈，爸爸坐在对面，从头到尾也没有制止。这俩孩子一个在座椅上踩来踩去，一个在荡秋千。后来是闹的区域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用眼神示意了半天，对面都没有反应。本来想开口说他们的，但是他们爸爸就坐在我旁边，我有点害怕，就一直忍到下站。